系喎，好靚仔喎，好靚仔。咁我同我太太之前都係從事呢個博彩行業嘅，咁其實都做咗一段日子啦。咁其實嗰陣時嘅收入咧都尚算可觀嘅。不過我同我太太開嗰陣時就開始覺得個工作比較沉悶啦。加上我太太就同我講，佢唔想輪班咯。咁不如我哋嘗試去一齊去試下自己出去創業啦。咁喺我同佢即係大家嘅共識之下，咁不如係啦，就行出咗呢一步啦。開頭嗰半年啦，咁其實就自己乜都唔識啊，都有啲好唔愉快嘅經驗啦，咁啊可能攞到啲比較差嘅貨啦，甚至乎有啲比較易爛嘅貨啦，咁可以咁講叫做交過唔少學費啦，可能香港嘅果欄去睇下啦，澳門嘅果欄又會睇下啦，咁啊問多啲人唔同嘅嘢啦，呢啲真係乖，水晶你，唉，呢啲温室嘅。青青地咯，帶少少黃都可以。咁佢哋成日見到我，哇！你佢哋都話：哇！你都澳門嚟講，你都算勤力過自己過嚟。咁人哋個個都係揾人幫你買，你仲要自己過嚟揀咁樣。咁話你唔辛苦咩？咁樣咁我都話辛苦嘅。咁但係冇辦法啦。咁你自己乜都唔識，咁你咪行多兩步，走多兩步，問多兩步咯。直至到有一天有機會跟 MGM 去嘗試做一個報價的時候，初途他都跟即阿雄說你那個報價要怎樣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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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我話你用 email 你整個 Excel 圖表啦，咁隔離擺咗幅相啦，可能做完個 email 個格式又唔啱啦，格式唔啱之後啲字又唔啱啦，啲字唔啱嘅時候個重量又冇啦，咁就咁 MGM 都好好，咁佢喺度講喂，咁不如我咁啦，我俾個格式你睇啦，你去跟翻佢做啦。我自己最大的得益就是學到就係話點樣同啲大公司去做一份生意，即係可能去點樣去傾一份生意，即係原來佢哋係每一樣嘢都有個流程去做嘅。咁其實做落咗之後，去點樣去預一啲貨品嘅時候，大家都我開始都慢慢點樣掌握到就係、原來同啲大公司合作就好多嘢都要清清楚楚啊，要仔細寫明啊，咁、那個期啊同埋嗰啲到貨嘅日期啊都要準時咯。咁其實做落咗之後就發覺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難應付。這個行頭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，就是你肯走到步走到步的，嘗試了走出了第一步之後發覺原來是 work 的，跟住之後就看的東西就完全不同了，就是視野都不同了，即是不是局限了在澳門，就是可能香港的市場或者澳門的市場去看一件貨，可能嘗試去自己去走出去，簡單一點說想法比較進取一點，就在接下來的日子都會開始會做。寫了個名字就 OK 了，如果你說剛剛做的時候就你寫了個名字，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誰，那當然不行了。